临考 PT 的学生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做的事情，这个已经出了很多问题了，就是你不要在内地做 online， 你知道吗？可能换个 IP address 就做 online 考试。 PT 最近在严查。大家好，我是你的澳洲小王子。最近考 PT 的学生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做的事情，真的已经出了很多问题了，就是你不要在内地做 online， 可能换个 IP address 就做 online 考试。 PT 最近在严查，一旦被查掉就会拿到一封信，这封信就会告诉你就基本上就 kiss goodbye 了，近期内肯定是不能考 PT 了。当然了，你如果去申诉啊什么可能还有点希望，但是你多麻烦，对不对？如果很多学生要去英国澳大利亚，如果要一个比较高成绩的话，不能考 PT 难道去考雅思托福吗？难死你。从不要到什么淘宝啊什么，最近 PT 严查这事儿，买模考没问题，找人代报名这事儿你一定要谨慎，懂我意思吗？谨慎再谨慎。如果在内地的你要去 online 的，那不用谨慎了，直接就别干这事儿，我求你的大哥千万别干这事儿，好吧？这是最重要的，希望我学习不要点点评关注啊，不然今天一个小伙伴又来哭街，你说我怎么救他，对吧？我联系大佬了，我联系高启强也没用，你知道吗？拜拜。